意象松弛法是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和五官，帮助我们达至身心放松。我们会运用意念带自己去到一个安全舒适的地方，好好休息一阵。请你找一个舒服而安静的环境坐低或躺卧，松开你的衣物，合上眼睛，留意身体各个部分，协助自己放松绷紧的肌肉。你亦可以随意动动一下身体，直至你觉得舒服同埋自在为止。而家将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，让自己透过一吸一呼放松落嚟。我哋而家慢慢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嘅呼出，再慢慢吸一口气，慢慢嘅呼出。继续自然地呼吸就可以了。尝试想象自己身处在一个宁静舒服的地方，可以是沙滩，可以是在一片的树林当中，可以是在山丘上面，或者是一望无际绿油油的草原，亦可以是任何一个令你放松觉得安全舒适的地方。请运用你的五官，首先留意一下身边的环境，你见到周围有什么景物呢？你可能见到一片蔚蓝的天空，旁边被美丽的树木围绕，宽阔的草原，眼前或者是深不见底的蓝色海洋。尝试张开双手去感受一下，有没有感觉到微风啊？有没有感受到阳光照在身上面的温暖？又或者周围的环境
仲有冇带俾你其他嘅感觉？请细心听下，四周围有啲咩声音啊？有冇听到风吹过树叶带嚟嘅声？远处有溪水流过嘅声音，周围有啲雀仔嘅叫声。留心一下你听到的不同声音，尝试深呼吸一下。你有没有闻到周围有什么味道呢？有没有闻到微风带来的清新？当中有没有夹杂住盛放的花香？你还有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味道呢？感觉一下双脚踏在地面带来的感受，行在细沙上面会是什么感觉？漫步在柔软的落叶上面又会为你带来什么感觉？在你前面有一条小路，引导你去到一个特别的地方。当你慢慢向前行，沿着小路一路行下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越来越放松，直到你进入那个令到自己安静、舒适和安全的地方。当你进入这个环境并且觉得放松的时候，请慢慢的呼吸，感受一下这里的平静。这个地方是属于你的，你可以自由地坐低或者躺卧。专注感受一下周围的环境、声音、味道，做你想做的事，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。
容许自己有一段嘅时间，好好嘅让自己享受呢一份嘅轻松、安稳同埋舒适。请你记低这个特别地方带给你的影像、声音、味道和感觉。尝试用一个形容词或者图像去代表你在这里的经历，让到自己将来可以随时回来这个地方。如果你预备好，请慢慢地离开这里。请你沿着来的时候的小径回去，沿路请留意和欣赏周围的环境和感觉。告诉自己，当有需要的时候，可以随时回到这个特别的地方，让自己放松。请你在三秒后，三、二、一，慢慢打开你的眼睛，感受练习带给自己的放松和平静。